你们在买发卡吗？对不起，我们不买了。没想到初月师兄居然注意到了这个发夹。谢谢初月师兄。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你这个发卡，这个我也很喜欢，谢谢春月师兄。这才像原来的百草。记得今天在训练场，你看到我之后一直看着自己的脚尖，我有那么可怕吗？还是你觉得我离开了太久，有些陌生？不是的，我以为。初渊哥哥，你还记得他吗？他是七百草。我以为初渊师兄不记得我了。是百草不记得初渊师兄才对吧？没有邮件，没有信，我给你打电话也是空号。还有，我走那天你也没有来送我。没有，那天我有去机场的，可是。可是什么？可是听前辈说你不想看到我，一定是因为我的事情给你添了很多麻烦，所以我想还是不要打扰你的好。而且你原本说你一年就回来的，可是却一直没有回来，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你这是？这个是你临走的时候我想要送给你的，可是那天放在你门口以后，天一前辈后来把它还给了我，他说你不会用这么差的钢笔。你一定挑了很久了吧？其实也没有很久了，只是不知道要送你什么。一直都很想要感谢初渊师兄，可是太贵的东西我又买不起。对我来说，最宝贵的是你的情谊。我以后会一直带着这支笔，用它做病历，做训练记录。你是说你喜欢他？当然了，我很喜欢。初渊师兄，那个时间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喜欢，还真是人靠衣装呢。看百草换了新道服以后，整个人都变漂亮了。说真的，你原来那套道服真的应该扔掉了。就是就是，而且我觉得头发都看着顺眼了。哎，我觉得你这套道服比天一前面那个还好看。哎，百草，我听说呀，这种道服在国内都买不到的，你怎么搞到的？嘿，你们还都别猜，说出来吓死你。说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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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继续，快！你怎么了？换了一身新道服就什么动作都不敢做？这是训练，不是时装秀。
立刻去把它换了。可是，若白师兄，百草他以前的那身道服很旧，有补丁不说，而且已经短得不合身了，袖子像七分袖，裤子像七分裤，你都不知道他出去比赛的时候还经常有人笑话他呢。比赛的时候再说，现在是训练，以前能穿，现在就能穿，去，换回来。 若白，你这……要是明天早上不想被我拖起来跑步，就别说话。疯了，疯了，你疯了！
白师兄。训练赛分为三局，每局三分钟，现在开始，预备，敬礼，准备，开始。我跟记者们说一声，让他们先不要拍照，免得干扰你比赛啊。我习惯了这样的闪光灯，却忘了你会不习惯。不过我必须提醒你，重大的赛事除了这些闪光灯的干扰之外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干扰，你能适应吗？能。这位小队员，这才几台相机就乱了阵脚了。就是啊，就正式比赛的相机比现在还多得多呢。哎，可不是嘛，这一看就没有参加过高规格的比赛。就是啊，就是。哎哎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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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那么说，他们也不会听的。走吧走吧走吧，走吧。2-0，婷婷领先。哎，婷婷啊，那个拜托你再打得精彩一点。这次的比赛是要上今晚的体育新闻的。把你最拿手的连环下劈使出来，有力一些，最好把对手踢翻，这样拍出来才好看。你们放心吧，接下来的比赛一定会更精彩的。快坐下，我给你按。太过分了，都怪他们乱拍一通，不然你也不会丢分的。是我自己还不习惯。